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卓。录视频。啊，大家好，我是大坤。咋的了？反应这么迟缓呢？你离我有点远，我怕收音不好。等你走近我再说话。能，好，来吧。这个车呢，因为昨天咱们发了一个那个茉莉花的那个没有那个说话的视频。对。啊，让大家欣赏了，然后好多人对他就是比较非常感兴趣。对。然后呢，还有人给大坤发信息说，大坤搞团购吧，就要这个了。嗯。然后咱们今天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车马上就开走了。是啊，就这台车。再开走就看不着了。咱们首先来看外观啊，这是一台5米5长的中轴中高顶，江铃抚顺的宿营车。是的。然后这台车呢，跟享受跟小型普通客车一样的这个待遇，6年免检，节假日高速免费，是的，没有报废期限。啊，也就是你小型普通客车啥样它啥样。嗯。啊，然后它里面的所有改装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跟公告内容一模一样。嗯。啊。就是你回家上哪，全国上哪上牌都行。嗯，啊，就这台车啊，咋说咱有理。对，然后咱先来看外部都有啥，蜡花，嗯，很简单，不说了，这是车主自己选的，咱们有好几十种样式。对，然后3米的遮阳棚，全铝的，嗯，啊，熊猫配色。啊，对，这个是手动遮阳棚，要先说好，因为电动遮阳棚呢，我对它不是特别感冒，我怕它坏。嗯，所以说从干那天开始，我们一直装手动遮阳棚。对，啊，然后遮阳棚下面两个户外灯。晚上的时候露营啊，或者是这个有需要的时候，在外面摆个桌子，遮阳棚支出来，这两个户外灯点开，这个亮度是足够的，相当亮的。啊，还有太阳能。中门这块呢，有一个这个推拉窗。嗯，这个推拉窗呢，是全平面的，外面有一个金刚纱网。这个金刚纱网撤掉之后，这个整个玻璃是平面的。嗯，稍等啊，我这来电话了。好的。这个金刚纱网呢是防门防盗的。嗯啊，咱们这个改装呢方式有很多，有外推窗，有平拉窗。啊，然后有这个，就这两种。对。然后呢，尾门这个位置呢，这是一个外置淋浴盒。嗯。啊，这个外置淋浴盒呢，因为这台车没有配备热水，所以说它只能单出冷水。嗯。这时候有朋友问了，这个是干嘛用的？是不是？嗯。啊，那给大家举举例子，比如说你到沙滩啊，踩了一脚沙子，这个时候周边呢没有就这个公共卫生间，没法冲脚，那么你拿出来你就可以冲脚了。嗯。比如这个天特别热，然后这个整个温度不是特别低的时候，其实你水箱里的水也不是特别凉了，温乎的。对，你就可以拿这个花洒直接洗头，嗯，啊，洗洗手，洗洗菜都行，这就是水箱里的水。除了饮用以外，你愿干嘛干嘛。对。啊，甚至说你想把它刷刷车也没人管你。也行。啊，在下方呢，这个就是一个重力加水口。嗯。啊，这是房车的这个标配。是的。这边是水路，然后咱们这次这台车呢也加了一些设计理念，就水和电全都分开了，电在左侧。尾门呢，大哥一共选择换了3片这个窗户。中门刚才大家看到了，那个对面那一侧有一个横向通风的这个推拉窗，嗯，啊，防蚊防盗的。尾门呢还有一个外推窗，外推窗里面有隐私还有防蚊，嗯，啊，这就是三个窗户同时打开的话，这车里是能换气的。右侧呢就是咱们的这个220伏试电。嗯，啊，这门是新能源直流快充，新能源直流快充是5000瓦的，平均大概一小时能充5度电。哎呀，啊，对，然后整体外部就完事了，车顶上有这个640瓦这个太阳能，也是咱们昆装达定制的，实测效果非常好。昨天还有一个这个叔叔在这个曲叔叔在云南发来消息说发来这个信息说大棍我这太阳能效果太好了，我这上面全是灰都没擦，这发电量还杠杠的，嗯，啊，能达到多少是不是？跟大棍一顿唠。啊，先不说，然后咱们到车里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行，请上车呗。打开中门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专车专用的电动踏步。嗯，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特殊，不是什么特殊的配置，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啊。正常来说都应该有。嗯。然后中门呢，咱们做了一个尺寸特别大的这个纱窗，是，啊，相当敞亮。这样的话呢，它的通风效果比较好。嗯。就是它显着不那么压抑，咱既有旁边这个边柜，又有这个大纱窗，是不是？真的。大家仔细看，有一些这个成品房车，咱不是说单独指某个厂家或者怎么样，他们有一些这个纱窗门做的特别小，他把这个柜子这块做的很大，是不是？嗯，那虽然你增加了储物空间，可能你能放在更大的冰箱，但是你这个门特别小，你要稍微胖点，像我这体格，或者是你在车里坐着，它很压抑。啊，嗯，但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咱们是私人定制嘛，想做啥样都行。你想做窄就做窄。对，这块呢咱们也做了一个这个活动纱窗。嗯，咱们这种改装方式呢，这块有的是这个固定式的，贴这种金刚网的。是的。有的时候咱们也做这种这个纱窗，具体呢是看这个需求和这个配置，看自己喜欢，是不是？嗯。啊，然后请上车，上车之后呢，全车实木家具，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对。对，所有的地方呢，一会儿让小庄把镜头拉到这个最近的距离，让大家看，好不好？嗯，好的。上车，我这一会儿咱再擦吧，已经擦过一次了。对，现在已经嘎嘎嘎，你又得踩埋汰。对，我把这个下雨的，我把灯都点开。好的，还户外灯还得点开了。点着了。哇，来，请上车。然后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嗯，这台车当时在
这个大哥在大坤这订车的时候是夫妻两个人一起来的，嗯啊，是咱们辽宁丹东的。来了之后呢，这个女主人呢就特别喜欢后置横床，嗯，然后呢男主人呢就说，大坤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这个方式啊？然后我就说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说我们之前为什么做了好多的后置横床呢，嗯，是因为这个之前改的车大部分都是没有公告的，既没有旅居车公告也没有宿营车公告，所以说那种车呢座椅数前提是不能少的，你比如你六座你就必须还得保留六座，你五座就必须保留五座，对吧，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做后置纵床，只能做后置横床，所以说我们之前做了好多好多，前三年啊乃至前三年半做的都是横床比较多，所以说女主人就特别喜欢那个横床，嗯，但是我说你既然已经买宿营车了，而且你不需要五到六个座啊，大哥大姐说了我只要四个座就可以，因为他这台车是四个座的，嗯，只要四个座就可以的话，那我就给你推荐这个纵床，你看合不合适，你看喜不喜欢，我说这个理念，嗯啊，这个理念是啥呢，你从尾门加上主副驾驶中间那个通道一直能走到那个中控台上，嗯，从前一直能走到后，这个空间是互相不干扰的。然后呢你比如说你今天不舒服了，我坐在副驾驶休息一会儿，或者在那看会儿手机，或者在那个炒个股玩会儿电脑，嗯，另一个人最远的距离能给你达到多远呢？可以坐到这儿来。对呀，对，咱俩互相谁也不干扰，你整你的，我整我的。对，但如果你要是后置横床的布局，那不好意思了，啊，那俩人得相当挤了，要不然一个人就得在床上躺着，啊，要不然俩人就在前面那个小椅子上排排坐，嗯，啊，挨得非常近。对，明白了吧？嗯。再一个呢，后置横床呢有一个啥缺点呢？它就非常挑车。嗯，你比如这个福顺车哪儿哪儿都好，非常非常的完美，我这说话能收着吧？能啊，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呢，它的内宽只有1.74米，你如果身高超过1.65米，理论上啊，我认为这个车你横床都不舒服。然后这时候好多朋友就抛出观点了，说大宽，我量从这个玻璃到这个玻璃，两边这个玻璃这块宽呢，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以脚踩着玻璃，头顶着玻璃呀，啊。对吧，你想着行，理论上是这样，但咱们所有的视频前的所有朋友咱一起想啊，你如果头顶着玻璃脚踩着玻璃，你能不能睡觉？不得劲儿。你肯定睡不了，它凉，第一是凉，第二呢你不敢使劲儿，对吧，嗯，你总感觉这脚底下和头顶是有东西的。然后有的朋友说打鞋，说大坤你看我打点鞋，这个问题我也重复过好多次，打鞋你要回家来实际来测量一下，你比如这个宽度只有1.74米吧，你在家里的地板上也好或者床上也好，你弄两个只有1.74米固定位置的这个空间，嗯，你在里面试一下，你看你得斜到什么程度。有朋友说了，我只轻轻斜一下，我再蜷点腿就可以，我就能躺得下。好，你按照这种方式呢，你测试一个晚上，你看看你能不能受得了，嗯啊，你别测试10分钟，别测试5分钟，别躺一下就拉倒，你就用一个晚上来衡量你这个标准。因为你买一个车，这个可能10万，可能20万，可能30万，对吧，这个东西也不是小钱，所以说你就拿一个晚上时间，你说好，我这一个晚上我大坤我太舒服了，早上起来这个我从我这个固定的1.74米的空间起来之后，我感觉我做了全身的 SPA 那种感觉，那神清气爽，那 OK 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要是没有那种感觉，你说大坤我这10点钟醒了一次，这腿伸不开太难受了，完了把我困得不行了，12点又醒了，这横床不行，那你就是理解了我的这个想法，对吧，嗯，这就是第二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就推荐了这个纵床。这个车主的夫妻俩呢，我往前点吧，有点这车有点太大，有点太远。车主夫妻俩呢到来提车那天，还是大哥喜欢纵床，这个女主人喜欢横床，嗯，他俩现在意见还是不统一的，还是一个叉啊，嗯，还得有点冲突矛盾，啊，对。然后大哥跟我说没事，他慢慢使一使，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纵床好了，是不是，嗯，然后这个前提就不说了，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车的配置啊。首先这个前后贯通这个通道有了，一直能走出尾门去，是的。然后这块呢有一个这个100升的这个双开门冰箱啊，嗯，这个是直流的，嗯，然后这块呢有一个格兰仕的这个微波炉，这是220伏的，嗯，这块有咱们一个昆庄达定制版的这个电磁炉，嗯，啊，这块一袋红肠是我给大哥带回家吃的，嗯，啊，送给大哥的，然后呢，这块是咱们的48伏直流变频空调，是的，啊，制冷效果比较好，噪音相对来说低一点，嗯，啊，这块呢是咱们龙飞兄弟的柴暖，啊，今年咱们的柴暖可能又要上新产品了，有两种了，对，之前一直在使龙飞兄弟官方5000，今年可能要加另一个这个咱们定制款的这个带语音功能控制的，对的，啊，现在还没到货，然后呢，这次。功能大概就是这样。这下面呢还有一个赛德福德的抽拉把手，是的，啊，移动的，嗯，一旦应个急，你就可以用。对，啊，你要说像大哥说的，拿到这儿来。对，像大哥说的也比较实在。说大坤呢，你说
咱们就算家里的卫生间，你去上，这个可能是不太好听啊，可能是这个上不了台面这个话啊，但是大家也是个比较实际，人吃五谷杂粮嘛，没有人不上厕所，是不是？你在家里这个卫生间一旦排风不好的情况下，你上完厕所那个味道你都受不了。这大哥的原话，那你一听也确实是对，你就更别说在这个房车里了。所以房车里的这个马桶是干嘛的呢？就是应急的。嗯啊，你说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不好听，咱也不能拉裤兜子，对吧？咱有马桶。但是你真正的外面有卫生间，或者是外面这个情况方便的情况下，你没有人会在车里用这个移动马桶。是的，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侧就说完了，然后水路系统呢也是标准的 B 型房车最高配。嗯啊，你看这个内高1.74米，我是站不起来的啊。根据你的身高来选择车型，标准的清水箱、灰水箱，啊，房车专用的折叠洗手盆、冷热水龙头，但是这个车没有配备热水啊，只有冷水。然后呢，这个赛弗勒的42升隔膜泵，嗯啊，然后咱们这个水位传感器都有，水位表都有，然后咱们有这个电动排污和手动排污，都在这边。对，电动排污和手动排污都有，对吧？嗯，什么叫电动排污呢？有朋友还不知道。灰水箱有个表，表满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你的该倒水了，然后你可以停到一个方便排水的地方，啊，比如说地沟啦、下水井啦，在车里一摁按钮，下面就排水了，表值恢复到零之后，把开关一关，开车就走，不用下车，嗯，也不用到车底下拽起开阀门，啊，这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这个水路系统的情况，标准的 B 型房车水路。嗯，然后呢，咱们这个床这块呢是比较一个经典的这个抽拉床，下铺呢。是一个，这个大概能有8-90公分。哎呀，那可多。是吗？哎呀，我给你拿尺去吧。别拿了。咦，昨天有网友都在评论区都疯狂的想要这个尺寸。那你这样吧，因为这个车现在比较火，马上开走了，你去拿尺，咱记录一下。行。好，我在这等你。这是我的专属卷尺，千万别给我整丢了 啊！上面写着我的名了。好嘞。下铺现在固定的尺寸是80。啊。啊，然后咱们量一下这个上下铺这个高度啊。好的。上下铺的高度现在是60公分，嗯啊，正常来说睡觉是足够用的，没有轻轻松松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床呢，整个两部分抽拉，第一部分抽拉到这儿，嗯，然后后面一部分也是抽拉到这儿的，我就不拉出来了，对，好不好？你没定站了。咱们来量一下这个下铺拓展完之后的尺寸。好的，是1.270米，嗯，1.27米，接近1.3米。对，1.27米，我感觉睡两个成年人，只是只要你不是特别的胖。嗯，或者是我跟大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个床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对吧？然后用完之后呢，这个床就可以直接推进去。嗯，然后上铺呢，咱们做了一个折叠的设计，就是平时你把它折下去，可以到后面当一个储物柜。是的。啊，然后平时不用上铺的时候，坐在这儿，这个头顶的空间是有的，非常松快，不至于低着头。对，对吧？这一个折叠的方式。嗯。然后老有朋友说电动升降床，电动升降床，电动升降床，理论上。听着很高端，但是它不一定有这种床，怎么的？舒服，设计合理，是不是？这种机械式的，尤其是咱这个铝合金，大家看看，都是欧标的，咱这块使的是40乘80的，保证了这个上铺的结实程度，忒结实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坏，但是电动升降床就不一定了，它有可能会坏，是不是？但是还看自己喜欢嘛。对，两种风格。这个两边的大插销打开之后呢，这床落下来就变成了一个哇标准的上铺。这上铺也是非常宽敞的啊。对。这两个小垫是下铺拓展那块的，是吗？嗯，对，可以先拿下去。啊，这是下铺拓展那块的。对的。咱们来量一下上铺的尺寸啊。好的。上铺现在宽度82。嗯。也就是正常这个车是往里收的，按照咱们这设计完之后呢，上下铺的宽度是一样的。嗯。啊，然后长度咱们来量一下。正常睡一个大坤这么宽的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长度大家看啊，是1.9米。嗯。1.9米。你要说大坤，那你这车设计有缺陷，你说我身高1.95米，我睡不下，你这车有毛病，那没办法了。但正常人的身高像我这样就偏高了，1.80米多一点、大部分人在1.70米很正常，是不是？嗯，所以说1.70米你要睡这个床是相当相当舒服的。这个车是给大哥定制的吗？对。然后咱们再来量一下上部的空间啊。嗯，上部的空间也是60。嗯，看着了吧，比较均衡。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床不是摆设，有一些这个大家还是同样的，我还不是诋毁这个某些厂家或者是那个别的同行怎么怎么样，咱只是说相对来说对比，你去房车展去看，有一些上下铺的车，有一些升降床的车，它那个东西根本就是摆设啊，它第一床长不够长，这个有的一些房车的床只有1.7米，有一些上铺很小很小，
干脆就没法睡觉。嗯，咱们这个东西完全是贴合实际在做的一个东西。嗯啊，不是说这个假的啊，是真的。咱属于量身定制。对，是真的东西啊。嗯、对于大哥跟姐的那个身高，感觉这个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对，上面咱们呢还做了储物空间。这个晚上呢，可以把这个手机这有插座，12伏、220伏都有，把手机放在这充个电，人性化。对，然后还搁一瓶水，比如说大哥晚上喝完酒上铺睡觉的时候渴了，拿着水就喝了，嗯、是不是？嗯，利用仅有的空间，正常外面里面都是铁皮了，是的。啊，一些厂家呢把这块都会做成一个木板，外面贴上软包的皮子，都给你封上了，整个封平了。嗯，咱们第一不做软包，因为我对于软包的东西不是特别认可，时间长了它脱胶。第二呢，它这个味道比较大，就整个那个胶量含量比较大，嗯，皮子本身也有味儿。所以说咱们不做，而不是说技术达不到。说大坤，你看那个厂家做的软包多漂亮啊，天棚是紫的，地板是绿的，旁边五颜六色的，是不是？不是咱做不了，技术上绝对没问题。你喜欢咱也能做、啊、对，但是我不喜欢那个东西，我只喜欢实木、嗯、然后实木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是软包呢，你可能这两个板中间这个有个大缝、嗯、然后你这个皮革也好啊，海绵也好，摸过去之后就把这缝就挤上了。对啊，但是咱们实木不行，必须要求严丝合缝，硬挨硬，它是技术是非常考验的、啊、然后这个早上起来床睡完觉了就可以这样，先把底下那两片搁里，搁底下没事啊。对，床垫子往里一放就行。对，里面的空间你也可以把你的被啊、小褥子单啊都夹在那里面，没有问题。这个垫子放上铺下铺都行啊。嗯。然后呢，后面就没啥了，是不是？对。抽拉床咱也展示完了，上下铺也展示完了。微波炉。微波炉也展示完了。嗯、就是前面的卡座空间了。这个卡座呢、嗯，副驾驶是能旋转的。嗯。副驾驶能旋转，咱们上期视频里也有，是不是？对，体现。然后这个椅子呢是能展平的。嗯。展平之后呢，把这个小挂桌撤走之后，整个这是像一个贵妃榻一样。对。啊，就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贵妃榻那种沙发，可以靠在那块嗯。啊，想干嘛？把腿往前一伸，想干嘛？再歪一会儿。对。就是这个我不展示了啊。嗯。所有车内的空间能做吊柜的地方，咱们全部都给它利用上了。是的。包括额头的位置，其他的，这个车配备了电，我也刚才已经说了，48伏了。6000瓦的逆变器，嗯，然后新能源直流快充属于电路里面的高配了，嗯，然后水路系统呢也是配置比较高，剩余的我就不多说了，让小庄上来给咱们拉近镜头，多看看细节，把镜头推到根儿啊，推到木头茬上，好不好？嗯，啊，总有朋友说大坤，你这个东西，跟我问的那家价钱不一样啊，我在那个有一个改装厂问我做一个大横床才要2000块钱，嗯，你怎么比它贵呢？嗯，啊。你就是工艺再好，你也不能比它贵呀，是不是？那2000块钱，我说做啥样就做啥样了。嗯，啊，这个东西呢，不可否认，确实有便宜的，有便宜的，嗯，啊，但是也有人比我们贵很多，对，是吧？你像那个50万的房车也有吧，60万的房车也有，100多万的房车也有，那肯定的，对吧？为什么它贵呢？对，然后我不强制你来上我这儿来消费，嗯，啊，你来了之后呢，我也不是说你进来门必须花个5万10万。才能走、嗯嗯、你花1000-2000也行，你看你做啥、嗯、你做这个东西，你看我说的实不实在，朋友们，你比如你做个吊柜，我这个吊柜就是这些钱，你要做我就给你做，你不做就拉倒，嗯，对吧？没有强制消费。 你不是说来了之后说大坤我家在底下打个床，我大坤强制你要求你上面必须得做旋柜，不做我不给你打床，那没有，嗯，你做啥我就收啥钱。对呀、啊、你认可你就做，不认可就拉倒，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那你要求这个工作认真细致，那你工人的工资就要高啊，你工人就得有筛选呢、啊、嗯，你不是是个木匠来就行啊，你那个别的房车厂那个从沈阳那刷下来那么多到这来去应聘的哪个留下了，嗯，一个不也没留下吗？对呀、啊、昨天来个木匠，那这牛都吹起飞了、嗯、啊，怎么说的小庄？怎么说的、啊、说我是来了之后你看吧，这活一点问题没有，版本证给你干，对啊，我就要高工资，我说行、嗯、自己干一天跑了对吧，自己都干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啊，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嗯、啊，剩下推细节完事了，不多说了、嗯、Looking for youLooking for you, oh, oh, oh.
请点赞、关注、评论啊。